你们这些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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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会再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，你大点声。我不会回来了。你是要分手吗？你给我说清楚。你不是约会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嘴怎么弄的？没事，没事。不是，菲儿知道吗？我们俩分手了。这么突然？我觉得他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，我没有感受过他对我的爱。从头到尾，他都没有承认过我是他男朋友。我其实就是一备胎。哎呀，他可能就是享受这种被人喜欢的感觉吧。咱俩还真是难兄难弟，失恋都失到一块儿去了。真是啊！你说咱们俩都是学心理学的，怎么就看不穿这女人的想法呢？恋爱还真是一门太刁钻的临床科学了，问题千变万化。再有经验的医生啊，也得找道。那你真的打算跟菲儿结束啊？我不想去想这个问题了。怎么了？